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也很愿意。37岁的 Makio 纵横情场多年，带球4个月宣布情定，小3岁的医美诊所股东小金。那怎么应该放弃这个呢？哎，他跪下来了，让他跪久一点，让他跪久一点，让他跪下去。太突然了吧？啊，我们已经开船了，开船了。我怎么没听到？对啊，因为太大了。他说没那么简单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哇，好大颗哦！天哪。第二次求婚。第二次求婚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还是不愿意。连续2次被拒绝，小金准备了2人约会影片，意外曝光了2人爱的结晶。走过踹问奖风波 ，Makio 如今将成为人母人妻，他坦言始料未及。这是小安姐姐写的歌，对呀、啊，没错啊，竟然用到了耶！当然的，想说就像小 S 姐有陪你来的感觉。小 S 姐姐，上刚才这首歌，真的好多、哦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小金诚意扮丑，3度求婚。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耶！哇，好感动哦！耶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赶快你画成这样，亲一个，快点。耶！耶，漂亮的戒指。求婚成功了啦！对啊，你戒指你。昨天放在别人家都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大伯，我错了。我又没有讲什么。先说先赢嘛，先说先赢。你的老公很可怜哎，化成那样跟你戴戒指，对啊，一生一次就这样。因为他先整我的、啊。我哪有整你？他怎么整你？他就是打电话来说，我要用惊喜的求婚还是不要惊喜的求婚？人家跟我问我，就怕你生气啊。我更生气呀、啊！人都好，我更生气。OK， 他可能每天下班还回家煮。你怎么会有这么蠢？是这么蠢的那个人？好蠢啊！蠢到一个可以啊！蠢到一个可以才 OK 的。好了好了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之后只能讲喵 ，OK？ 喵。其他的都不能讲。哇，你那边有照片吗？喵，他们两个的。哎、欸，全部的人都那个恐吓了你，不是恐吓，就是说、欸、你要好好照顾我。有。快点，全部的观众都是我的妈妈们、妈妈爸爸们，快点讲，跟他讲一讲。如果没有疼我的话，就不用在台湾混。不用在台湾混，一步都不用出去啊。19号，甜蜜求婚成功，选在2022520这天，两人前往登记。Makio 忍不住再调侃老公，吓死了，没有、后悔了吧？没有后悔，但就是蛮谢谢各位太太，就很高兴能够娶到老婆这样。听说已经升级到 G 罩杯这么厉害哦，真的真的，我自己觉得好性感哦。可是还是老奶嘛，不好意思，已经不是很新鲜了。对，就一直觉得很幸福啊，每天看到他，每天睁开眼第一瞬间看到他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做梦一样。可是那个呢，昨天有被他嫌弃不够浪漫，全部破梗。因为以前我就我的概念，他是不喜欢惊喜。对，所以我还是想了很久，我还是决定问他一下。对，反正就是问也会被骂，不问也会被骂。那个没有什么。懂生存，对，生存欲望很强烈。其实磨合是一定会有的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只要男生肯道歉，不会结果不会坏到哪里去。聪明。两人终于完成结婚登记，恭喜 Makio 成为金家好媳妇啦！